无人机它具有机动性、安全性、灵活性的特点，一是对场地、空间要求简单，狭窄的街道、树木、丛生的地面都不受无人机起飞影响；二是机动灵活，飞在天上可以抵近火场直接灭火；三是精准打击，无人机直面悬崖、断壁、火点进行高效地点灭火。